Would you look at that?冬天喝糖是最爽的。咦，现在还不算很热，很冷吧？就现在是3度左右，所以现在我还没有煮我的碳水，觉得我要煮煎饺。煎饺我用的是这个，今天这个也放去 oven 就好了。我要打电话给我妈妈，问她蒸东西是怎样的哦。Wiggle, wiggle, wiggle. Watch, dumplings.它这个电压锅还送了这个，应该是直接放进去吧，然后加水。但是我不懂要不要盖一盖子。我要蒸东西的话，就放水，然后放这个啦就好了啊。然后要盖盖嘛？要盖警察给的啦，那个气出来了。哦 ，OK。对不对？哦。没开。我放那个气放出来哦，然后它就出，那就好了。放的东西很好。嗯，带一包暖宝宝。I don't know. 给你们看我煮了什么吧，我放了鸡腿，还有白菜、山药，然后番茄，还有一点枸杞。然后用这个压力锅煮大概30分钟。这我煮的鸡腿，还有买了骨头饭。这第一次在北里考试，所以本来有一点点紧张，但是其实还好，考到很像，只是我做了一个很傻的错误。嗯。里面加了两个小料，但是那个套餐的不是加小料的。那我觉得很棒吧。这个我们讲过了，尖尖很好吃。法兰西，先
打得很爽。今天我要出去啦，过程是超级无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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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迟到。奇怪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放在这里了吗？这东西好像是在对面。啊、你看一下几多人，几多车。Finally， 哎，你刚刚找对呀、啊！哇、wow, ，Look at that， 这里开着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到了。第二次啊，但是呀，算是第一次。今天初雪，身为一个马来西亚人，我是没有真正看过这样大的雪啊。其实很美，很美，真的很美。穿拖鞋。你看这个，爸爸。小孩 ，Oh my god！ 我们终于来食堂吃东西了，好冷，好饿。丸子，还有几个？这种什么？我手有没有？很冷啊！很冷。你平时现在房间？今天煮饺子，今天下雪，所以吃饺子应该蛮爽的。这是我今天的穿搭，这样子出去肯定会冷死，但我
我会穿扣，还有应该会带暖宝宝。虽然我觉得暖宝宝好像有点没有用，因为它在冷的时候它很难发热，就很 stupid。那天我出去的时候就是带暖宝宝，那天真是冷到要死啊！启动那个暖宝宝，它竟然不能用，然后它上到地铁的时候它才开始热 ，which is when I don't need it。这是我现在追的剧，真的蛮恐怖的，我晚上做噩梦。看一下外面，看有人写杰伦，不懂是不是周杰伦的意思，应该是。然后还有什么 ？I love something。You need to be aware of, like, the work. 我爬到几点？外面真的很热。今天很冷，但是打球了过后，你这样看着我走过来的时候，真的好冷。Oh my god! Oh my god!这么转，全部加好一点点。我们做的 that， 果然，欧巴 ，Can I try your car？ Yeah， I think it's cold already.真的是有，哦，这么冷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热点。好，Crazy crazy， eat this。我就放很少一点吧，因为其实我不是很会吃辣，我自己煮了。以前我很常吃韩国拉面，但是我最近没有吃了，因为我的胃有问题，而且太辣我也是不能，所以我就放一点点酱料罢了。谢谢老板。超市，然后我要买一点东西去。下一次再装都有吃的。要玩 ？OK。我们在文化节，热闹哎！耶，我赢了。你在哪吃？他
很好吃 ，Indomie。耶！马来西亚食物 best。나도 그런 줄 알았는데.